Hello， 大水哥啊、今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一期这个关于猫和老鼠手游的视频啊。然后大家都知道，猫和老鼠手游有一张地图，就是城堡里面啊，这个有一个传送带是吧？然后传送带上面会有不停的那个道具丢下来，然后这些道具丢到地板上，它就会直接消失，对吧？但是最近有一位玩家告诉伟哥，就是说这个道具它是可以直接收集起来的，做到无限制收藏。至于怎么做的呢？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的一段投稿操作啊，大家可以学习参考一下。啊，这位萌妹子的账号叫做猫九，我们看他是怎么操作的。我们看到他的身边已经堆放了一堆道具，对吧？我们看到那些道具落下来基本上是没有消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地板上有一滩水，而这一滩水就是冰块啊，冰块把它砸到地板上之后，我们看到啊，源源不断的道具就从天上而降，然后就直接不断的就怼在这个那个道路上面，过道上，对吧？大家也可以去学习啊，这个方法就是往那个落地的地方丢冰块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收集无限多的道具了。